我们俩冷静下来，就能理解你。我总觉得他有些反常，是不是这次的打击对他太大了？老潘是天生的战士，这点打击不可能。也许他有些生气吧。 张琪，你又不接我电话？珊珊姐出事了。队长，怎么了？ 左转，向右看齐，向前转。背靠森林，南依丘陵，东面临水。绝美！这就是咱们锅盖头野外综合训练基地，怎么样？队长，这就是你之前神神秘秘的杰作呀？风水宝地吗？ 还野外训练基地，训练野人的吧？又被忽悠了呗。那就是咱们锅盖头的宿舍。
林队，到。宿舍已经分配好了，门上贴有标签，组织各分队入住，而后整理内务。是，全体登营。目标宿舍，根据指定房间。进来。啊，快快快！还有三分四十秒。还有什么部队要到达吗？需不需要准备什么？原地待命。是。大家伙儿，你闻闻啊，你说这地儿多少年没人住过，一点人味都没有。啊，你说的是这营房还是队长？行了，来了来了，少说两句。我啥也没说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宿舍不咋地啊，这外边景色还行啊。我还以为是大片里面那种高大上的军事基地呢，没想到一夜回到解放前呀、啊。你想要大片的感觉是不是？你想象一下，这就是印第安部落。太多了吧？叶飞，我说你可真矫情，你的野兽精神呢？啊，享受起来啊！乔天，叶飞，你们俩是太闲了是吧？听见没有？班长发话了啊！哎，叶飞，什么班长啊？你忘了咱锅盖头的规矩了？啊？队长是怎么说的？哦对，锅盖头里只有队员跟队长。教练，你再说一遍。队长说了，锅盖头里面只有队长跟队员，而且队员之间人人平等。队长说的没错，在锅盖头人人平等。教练，你兵没当几天，长本事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尊重老兵，这士兵的职责。班长，班长。和他开玩笑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哎，我还真没开玩笑。我们都进了锅盖头，咱们都是兵嘛，咱们是靠实力说话，好不好？你要想收拾我，行，咱们到训练场好好比划比划。我们锅盖头什么训练原则？自我归零，别老老兵老兵的，摆正自己的心态，找准自己的位置啊！行。